香港大把土地，怎會沒得發展？邊有難搞啊？中地你咪適當有啲地方批翻俾佢高層咯，係嘛？你高層嘅就可以慳好多地方啦。重型嘅擺地下，輕型嘅上樓，係嘛？你話祖堂地難收，你咪修改政策咯。新界唔係唔俾你修改政策，你一修改政策，與會者七成人、八成人達到嘅，你就可以買賣。世上無難事，只要有心人。我覺得冇嘢做唔到，只要你有冇決心去做。你淨係北區，你望一望，係嘛？有幾多地？一望無際，發展幾個就尖望出去得。政府是真冇心定冇腦呢？你覺得？兩樣都係，又冇心又冇腦。你睇我哋偉大祖國去收地，點樣做法？你抄得啦，喺祖國收地，內地嘅啫講。收啲地屋地，佢有啲譬如話收你100平方，佢賠翻150平方俾你，你咪住到夠咯。啊，有啲就收地，譬如話同你收1000蚊尺或者2000蚊尺。然後呢，他就拍賣，拍賣了之後，除了政府的平整土地跟你一人分一半，再分一半給你業權人，政府又賺多一半，雙贏啊。這些政策在我們內地在國家裡面做緊啦，你官迷去炒就得了，還使乜咁諗多嘢？大家都開心的，政府有地用，又有錢賺，有錢入庫房，咁嗰個土地業權人賠完又有得賠，幾開心！你俾我做發展局局長，我即刻推行啊！馬上香港5年之內，大家各住曬屋，使乜等到2047啊？嘥氣！明日大嶼有名俾你叫，明日復明日，話呢個政策唔係唔好，但係係。在一個漫長的時間，新界土地你只要找個推土機一推，明日正式明日就搞定了，啱唔啱？你試下我找個推土機推俾你睇，10架唔夠100架去推，推平佢就搞定了。